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能有东西和别人去分享，真的给别人带来了这种无论是产品的一种改变，或者是一个思维的改变，我觉得都是觉得是自己的一种价值。你看这样就属于自拍你自己的，自拍了是吧？你摁一下就可以拍个照。我记得抓一个我最漂亮的镜头，拍一张。